欢迎收看今天文茜的世界财经报。中国本身的经济正面临四十年来的危机，这个危机呢最短三年，但是一般的看法，如果人们对于习近平的信心不够，习政府的信心不够，会持续五年甚至五年以上，有的人说是十年。因为当时日本它发生了泡沫危机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它最后会是三十年，所以讲十年未必是危言耸听，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习政府的信心够不够，其次是外资，而外资呢已经打出了一个大叉叉 no， 所以外资呢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从股市流出了32亿美元，从债市流出了47亿美元，虽然它在整体的中国所有里头所占的整个总市值成交量里头可能只有10%左右，它却是一个信心的指标。而在美国上市的跟在其他香港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在前一个阶段都出现了被抛售的状况，哪怕是很好 的比亚迪股票都曾经一度成为被抛售的对象，更不要讲到阿里巴巴等。所以这个状况里头呢，对中国来说，当信心不足，它最明显出现的就是在股市。股市就是我们常常说像一个橱窗，你到百货公司里头有一个橱窗，或是我们说有一个 window， 它就是一个窗，让你所看到的一个信心的指标。而这个信心的指标代表信心不足，信心不足的情况里头，老百姓消费就会降低，然后外资更就是一直撤走，你的房地产的问题要花时间解决，花的时间呢就会来得更长，它变成一个可怕的一个恶性循环。于是官方开始宣布一连串的政策，这次的政策呢不是救房地产，是救股市。虽然股市我刚刚提到的外资占的不过总市值里头撤出的什么比例不过就是 10%， 可它却代表了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又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内。一连串的政策里头呢，人们称习近平为了挽救危机，他装上了政策的野可谋，就什么都出来。第一个就是禁空令，不准你放空啊，这个东西是很大的一个政策，这个可以放空基本上是一个整个股市里头基本的原则，但是禁空令不准放空，就表示它真的进入了危机。再来在过年之前撤换了证监会的主席，把它换掉。再来要求公私募基金等，就很像我们的四大基金等，中国的公私募基金要投入股市，就很像台湾在挽救股市的时候就叫四大基金赶快去股市，在选举之前，它这个不是为了选举，是为了挽救整个现在整个股市所呈现出来被抛售的一个状况，然后希望把信心拉回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香港恒生跟上证的部分呢是有拉回来一点点，那并且要求上市公司你们你自己要回购你的股票。那因为中国的共产党是什么事情他很强烈的说了算，你不听话我还可以查你的税，我有很多政策工具威胁你啊，这个并不是我政策工具帮助你，是用政策工具可以威胁你。所以各大公司呢就加大了回购的力度，但是这种做法它某程度会使得很多人对这个市场的信心更少，会觉得也不准放空，然后会觉得你现在很多股市涨的都是你用政府的基金，或者都是各公司在被你的逼迫之下来回购它的股票，所以它并不是表现出来真正的这家公司所拥有的市值。但也有人认为说像比亚迪这些是很好的公司，是可以继续买进的，但有太多的看法认为中国它的整个股市里头受政策干预太大，一会儿大跌也是政策干预，一会儿涨也是属于政策干预，所以基本上认为一个政策干预过多的一个股市是不可相信的。总之人们说为了挽救这一波四十年来最大的中国经济危机，习近平装上了政策叶克膜，而这次不是针对房地产，是针对股市，原因是股市明白的显示出来，不管是外资还是中国内地的投资人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没有信心。龙年第一个交易日，港股红盘高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对龙年投资市场表现审慎乐观。港股率先在兔年开红盘，恒生指数连涨三个交易日，这延续了农历年前中国国家队资金入市做多的氛围。但放眼全球资本市场，似乎很难找到如中国 A 股在兔年收官前如此高潮迭起的戏剧般行情。
在人行降准两码、上兆资金入市的二月五号，中国股市却上演千股跌停的奇观。事实上，这股跌势延续香港高院对地产商恒大发出破产清算后的走势。而一款名为雪球、规模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理财产品分传爆仓，加上股票质押的空头大军涌现，更加剧了市场恐慌抛售的情绪。三大股指开盘后持续下挫，沪指一度跌幅接近3.5%，最低下探至2635点，创业板指和深圳成指最高都跌超4%。股市暴跌与官方宣传的经济回稳向好背道而驰，损失惨重的中国股民在言论管制下虽无处宣泄，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却意外成为中国股民的哭墙。使馆一篇保护长颈鹿栖息地的贴文后头10多万的回复中，有不少抨击中国股市的留言，甚至有人要求美国证监会接管中国股市。此外，中国网上还疯传一纸上交所大楼物业管理的紧急通知，加强对快递、外卖等外来物品的案件，以消除各种隐患，目的是严防股民对喋喋不休的股市进行报复。网络还盛传上交所、深交所及北交所已禁止员工点外卖。而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也同样遭国际投资人的抛售。But you take into a totality of the year to date, and thes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Nasdaq Golden Dragon China Index. We're seeing some serious losses here. I'll sort by performance. You can see the middle stock here. The median stock is actually down 20% or more. And if I go back 1 year, it gets worse. You can see the median stock down about 43, 44, 45%. So almost half of the value wiped off for the median.Stock here. Chinese stocks at large is still this idea that they are uninvestable. Take a look at this chart of Alibaba shares and the Hang Seng, that's Hong Kong stock index, since December of 2022. They have moved in tandem. Christmas time in 2020, that was the key inflection mo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n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into Alibaba, introducing a wild card to the market at large. It essentially told investors that Beijing could and would interfere at any time.Even taking aim at its largest and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Didi's botched IPO would follow. Another internet giant, Tencent, would be targeted by gaming curbs. And its market cap, take a look at this. It went from a peak of more than $800 billion to less than $200 billion today. 全球投资人追捧中国企业的股票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2018年，中国股市更被纳入 MSCI 旗舰新兴市场。英国经济学人说，如今这种情绪已经消退，而市场反映的是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及其领导人能力的看法。I completely agree. China is an area that I've actually sold down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y positions in equities over the past 3 months. Actually, to minuscule amounts in comparison with where I should be. So, I mean, we only got to look at the Chinese property sector. Obviously,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we just seen the news on China being uninvestable. Whether that's the case or not, I don't think it's completely uninvestable. I just think it's an area that you want to be very Very 中国中央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国务院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免去易会满同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每每有股灾，都要找个背锅侠，易会满也逃不过这宿命。而吴清从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调任北京，是习近平任内的第四个证监会主席。他是经济学博士，也是中国官场的老金融，过去曾任证监会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对证券行业的监管治理相当熟悉，在业界更有券商屠夫的称号。而证监会一把手的人事变动，只是北京稳定股市的起手式。就在2月5号沪指早盘跌穿2700点的5年新低后，中国证监会在午后开盘两分钟于官网发布一纸公告，澄清沪深两市股票质押规模小，平仓风险总体可控，这让大盘指数 V 型反转。从昨天下午1点至晚上9点，证监会先后发布4条消息，覆盖盘中和盘后时间段，分别回应了股票质押情况、两融数据、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及打击非法做空等情况，鼓舞市场的信心意图非常明显。针对恶意做空，证监会还专门披露了若干起相关案件，证监会表示将严肃依法追责，并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让胆敢违法操纵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
备受关注的 A 股今天早盘在低开后迎来中央汇金盘中大幅增持的利好公告。汇金表示已于近日扩大 ETF 增持范围，并将持续加大增持力度。这是去年十月后中央汇金公司再度表态进场，但六号沪深两市应声走高，中国证监会则持续发文扩大净空令，进一步打压空头，主要求券商暂停新增龙券业务，逐步了结龙券存量，并窗口指导国营券商只买不卖，这让六号沪指收盘大涨3.23%，这已经是两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更大涨6%以上。此后两个交易日，中国股市一扫阴霾的回春，交易量都站上兆元人民币大关。春节前，在经历了证监会连续亮剑之后，兔年 A 股今天收官，实现了连续3天大涨。券商屠夫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国股市上演戏剧性大涨3天的金兔年收官逆转秀，似乎也提振了股市萎靡许久的信心。但这并没有真正解决如房地产与债务等中国经济困境问题的核心。This one market intervention, Melissa, I think that unfortunately this is probably just a short-term sugar rush as we're seeing heavy intervention by the Chinese state. I hope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 larger focus on the broader economy, not just equity markets, because I think what's missing here, Melissa, is some sort of confidence that is going to be injected into consumer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we have yet to see the government really willing to pull back the layers of what I think is needed in the mainline economy, not equity markets. And until we see that, I think this short-term exuberance, as I call it, will fizzle at some point,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real challenge that China is facing at the moment. 中国被控管的市场分析报告大多认为19号中国龙年股市开红盘上涨是大概率事件，但非常规净空令下的资本市场难以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